要睡了吗？还没，我在喝啤酒。你在喝啤酒？嗯，你呢？我没在干嘛。佳悦还好吗？哎，我不想管他了啦。你们兄弟好好聊一下啊。你看今天这样子，我之后没办法陪他了。但是他真的不是很好。但他又不跟我讲，他只想跟你讲啊。而且我去关心他的话，他等一下会求我拦托付，我才不要。不要开玩笑啦。我比较想要你托付。你今天先待在家里啊，改天。你那里是不是有电铃？哦，我家啊，我还以为是你家。你去看一下啊。我看一下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谁？怎么来了？脱裤子。渴望骄傲，渴望依靠，渴望电话那头你说很好，慢慢学会生存之道，珍惜现在的每分每秒。 It won't come easy， 只要你相信。10点 TVBS 42台，有生之年不见不散。